没事，黑的，黑的再黑一次，再黑一次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就只能哎，先别选了，还是黑的呢，全黑全黑，先别选可以吗？先随便先选啊，随便选啊，我猜应该是在福冈吧。何老师再猜对的话，他就通灵之王。何老师，围巾吧。上帝，哇靠！哦，他是上帝视角的这种玩法，默默无闻的国家，默默无闻的国家是一个海岛，哎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客家元楼是吗？对对对，确实。客家元楼，没错。夏威夷哪里默默无闻？夏威夷很有名吧？夏威夷不是国家。我大概知道哪里，我大概知道哪里了。谁先选的？我先选的。No， 不是我。不是，那谁先选 China 是怎样了？还谁先选 New Zealand 的？哎，真的是在哪里啊？我操！赛托，靠腰啊！多眼睛的白，不是白啊！我要退订阅了哦！哪里啊？开发岛屿哎！我这个我要怎么猜啊？这怎么我最好知道哪里啊？太难猜了吧？没办法，那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这个啊，果然是这里吗？是哪里？是哪里？是哪？是哪边？哪？这是哪里？这哪里？哪里？所罗门群岛，你们怎么知道在哪里啊？干好扯！我看到队友选那边，我就跟着选。啊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慈湖啦，慈湖，你外面就一堆蒋公。漂亮啊！这应该是那个。嘿嘿嘿嘿。晚上好 ，Tail 的新年快乐要 OP 技术。为什么要选一样的地方？谁又在速攻魔法？哎，太快了吧！我无关了，随便选哦。我分散，分散。宝何老师。何老师干又在晒，急急干！你真的太晒，你是通灵呢？真的是超级晒狗哎！是我没干，极度晒狗。阳寿玩法。谢谢何老师收到脱裤来了。瑞典哦，在瑞典哦，还没有看 IKEA 啊？阿尔卑斯山脉啊？这里，这边小镇。我现在没有金额，包20RA。O20RA， 它是应该是它的那个地吧？它的 line ID， 所以你要买这块地，可以买。有点撕我这样。这么山应该就是那边了。秋峡谷，针叶林呢？针叶林。对啊，针叶林很北呢。对啊，风格建筑风格就很明显是斜屋顶，代表它会下雪啊，因为屋顶斜代表说这下雪一定很长，所以不会是海拔比较低的。然后山区嘛，又有几个地方可以选，要么是，对对对，这里是有可能，但是还是保险起见，我选一个。你们不要跟我选哦，我就保险反类的，我打个保险起见好了。我也是选分散风险，我选那边，我选另一边，我怕他，有可能是另外一边。没关系，我们有。对，我们分散，选纬度高，然后山区。给赛狗，交给赛狗。哦，罗马尼亚上面是哪里？乌克兰，哦，这边是乌克兰呢。嘿啦，何老师，何老师好扯哦，赛啦，看真的是赛狗，赛狗，我们地有羊兽人啊。这边是美国，啊，黑的，怎么是黑的？黑的，再黑一次，再黑一次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只能哎，先别选，还是黑的呢，先别选可以吗？先随便，啊，随便选啊。通灵作战，我猜应该是在福冈吧。何老师在猜对的话，他是通灵。如果真的是猜对的话，是阳寿。何老师何老师靠背啊！看，真的很夸张，妈的，真的很扯哎！好，哈喽，看你根本就这个游戏乱玩的，再可以玩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们跟你选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，这看起来像一个小岛，不然我选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小岛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像这里。你看一下我点。那你摸。它没有机场吧？它只有港口。没有，它没有机场，没有机场，只有港口。我选了，这看起来很像这个小岛。这岛屿真的超级小的。我选了，在一个不是不是不是，看起来不像这个，不像这个岛。那是这里吗？这个什么 M E L E 的，好，要来不及选。
哎、欸，我选到了，是吗？老师，老师靠北啊！老师啊，你很夸张哎，不是你哥很夸张啊？哎，我要求何老师自己一队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我们何老师自己一个一队啊，然后我们全部人那个啊。我的赛销有人辅助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不可能猜不到啦，这个地方超级有名的。对，超级有名的，没有就只能是那个地方了，一定就只能那个地方。我直接猜了，是我想那个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是精准标，我直接按到那个东西上面了。真假的？对，这东西怎么可能按不到？这个看到知道了。我刚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这看起来很眼熟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，我百分之百确信了，也只能是那里。而且我玩游戏玩有经过那边好多次了。哇塞！我靠，我也能猜成这样。哎、欸，他很屌哎、欸！谢谢，何老师居然没死，好扯啊！大王，哎、哦欸，在这里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以宗教来讲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区域没错了、欸，但是也有可能是那个国家吗？有点欧洲风格，我猜海面一点。好啦，随便选一个啦，反正这个基本上何老师抱定了。还敢选 China 老师？信用价值提升了啊！阳寿不是像阳寿的啦、欸。其实还蛮多人赌何老师。对啊，很多人赌你呢，很奇怪。有人问说，何老师明天可以给那个乐透号码吗？我也想给。还是我随便选一个，随便选一个，随便选啊，反正你一定是最近的那个、啊。我想选印尼，也不是印尼，印尼上面那个是什么？好、oh. 欸，我何老师，新加坡，不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看着赢了，看很夸张哎，我打哦，何老师太夸张了啦，何老师通灵王怎么玩啦？我不玩了，太刺激了吧！通灵王，你明天的乐透号码先提供一下，拜托啊！先去买乐透，等我一下。他说我们明天去那个玩刮刮乐，可不可以啊？你先报几个号码给观众啊！快快快，何老师快点给，快报，快报，快报！给一下，哎，给一下，我帮大家记录。87 89 64啊？没有没有啊，没有，就那49而已啦。87哦，那41 45 21 33。然后嘞，然后还有多少？跟一号，一号啊，还还有嘞，不然来个15好了。15啊，特别号多少？22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明天就来对。好，我来帮你整理一下啊，明天开奖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个何老师报名牌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，小玩就好了啦，小玩就好了。这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那个台彩统计说，怎么突然有一个人一直买这一组号码？特别号22，特别号22，到时候7000人平分，然后你中1000万，7000人平分，一个人只能分一点点，可以啦啊，这个号码我写在这边了、啊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何老师，哎、欸，何老师到底给的是不是真的？